飞蚊症可以是各种形态，有点状、线状、环状、蚊虫状和网状等，漂浮在空中，会随着眼球转动而移动。飞蚊症患者如果出现下列的征兆，例如建议尽快至眼科门诊，以避免延误治疗时机。大家好，我是台北澄清眼科徐玉芳医师，今天要来和大家谈谈飞蚊症这个疾病。飞蚊症是一种自觉的症状，与玻璃体混浊或玻璃体退化有关。玻璃体位于眼球内腔，介于水晶体和视网膜之间，占眼球体积约 80%， 是无色透明的胶状体。飞蚊症的形成是玻璃体在自然老化的过程中发生了异化凝缩，因而产生了一些细胞碎片与凝结物。这些在玻璃体中漂浮的杂质经过光线照射后投影在视网膜上时，患者就会在眼前看到如飞蚊般的黑影。飞蚊症可以是各种形态，有点状、线状、环状、蚊虫状和网状等，漂浮在空中，会随着眼球转动而移动。飞蚊有大有小，有些清楚，有些模糊，时有时无，有时会突然增加，有时伴随闪光。飞蚊症有三大成因，其中生理性飞蚊症占20%，主要是眼睛生理性自然形成的杂质，好发于40岁以下，大多数无需治疗，有机会渐渐消失。退化性飞蚊症占比最重，约占75%，主要是眼睛玻璃体的退化，导致玻璃体与视网膜分开所形成的混浊物，好发于40岁以上，主要是正常老化、高度近视、眼睛开过刀或有外伤病史者，大多数也无需治疗，有机会渐渐消失。病理性飞蚊症占比最少，约占5%，但也最危险，好发于50岁以上的族群，可能伴随眼底严重的疾病，例如视网膜裂孔、视网膜剥离，因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或视网膜血管阻塞所引起的玻璃体出血，或眼球内部发炎，如葡萄膜炎等。上述疾病可能需要以雷射或手术治疗，以避免影响视力。良性飞蚊症一般无需治疗，试着与它和平共处，定期半年至一年追踪一次视网膜。如果有新的症状发生，建议尽快回诊接受眼底检查。如果经检查发现有周边视网膜裂孔，可以使用视网膜雷射治疗，利用雷射光凝固作用，将裂孔周围的视网膜固定在眼球壁上，以避免进一步恶化成视网膜剥离。如果是周边局部小范围的视网膜剥离，可以先尝试用雷射治疗。如果雷射治疗无效，持续恶化，范围扩大，或者是较大范围的视网膜剥离，就必须接受手术治疗。玻璃体出血初期可以先服用止血药物治疗约3个月，让渗出的血液渐渐吸收，再接受视网膜雷射治疗。如果没有好转，就必须进一步接受手术治疗。葡萄膜炎主要是以药物治疗为主。少数患者眼前飞蚊密集，严重影响视线时，有两种治疗方式可以考虑。第一种治疗方式是雷射治疗，必须先由眼科医师确认飞蚊的位置不在视网膜或视神经周遭，也不在水晶体后囊周围的危险区域内，就可以用雅各雷射将大块的玻璃体混浊物打碎或气化。经雷射后，有些细碎的混浊物会被身体渐渐吸收，有些混浊物会飘到视线范围之外，患者就会感觉视线变得清晰。但风险是，如果雷射瞄准出差错，可能会破坏水晶体、视网膜或黄斑部，对视力造成严重的损伤。疗程约需3到4次，每次雷射治疗时间约10到15分钟，费用共需7000到10000元。第二种治疗方式是玻璃体切除术，是一个侵入性的治疗。器械进到眼球内，将玻璃体胶状液及漂浮物从眼球中去除，再用盐溶液取代原来的玻璃体。风险是可能会导致玻璃体出血、视网膜剥离、白内障及眼内炎等严重并发症，因此也是建议非必要最好尽量避免。手术的费用约落在3万到7万元不等。预防飞蚊症最重要的第一步，就是要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。用眼后要适度的休息，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，避免过度使用 3C 产品，预防高度近视等。叶黄素等保健食品可以提供眼睛需要的营养成分，有助于维持眼睛健康，可以适量的补充，但并不能治疗飞蚊症。
飞蚊症患者如果出现下列的征兆，例如飞蚊数量突然增加，眼前布满黑点或细丝，合并闪光感，视野某个位置持续出现如照相机闪光灯般的闪烁光，就算闭上眼睛或在暗处也能看得到，合并视野缺损，视野某个位置好像被布幕或水波遮盖住，或者是合并视力模糊，如果有上述症状，可能代表合并有眼底严重病变，建议尽快至眼科门诊，以避免延误治疗时机。听完上述的内容，相信大家对飞蚊症都有进一步的认识与了解了。如果有相关的问题，欢迎在下方留言或直接到眼科门诊咨询哦。等严重并发症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按喜欢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